小红，喝茶。哎，还有吃点零食。小红，你怎么能跟我幼儿园同学长得这么像呢？上次加微信的时候，你拿出警官证给我一扫，把我吓一跳。那现在算是正式认识了吧？那我自我介绍一下，我叫贝小帅，贝呢宝贝的贝，小大小的小，帅帅气的帅。你好，不好意思啦，没事。那我们加个微信，来，微信加上以后咱们私聊。来来来，扫一扫，扫一扫。别闹了。行，那等你们聊完以后我们再加啊。胡警官，今天找我是有事吗？我是来谢谢你。不过那天不是因为你的话，可能我和李纨都会有危险。李纨，女的吧？漂亮吗？小帅。哦。你是不是还在怀疑我是坏人？你说你这十八般武艺样样精通，你这身手和你这速度都是一般人没有的，而且你失踪了八年到现在都没查清楚，我不怀疑也不合理，对吧？对，我也希望赶快找到我那些失去的记忆。如果有一天我真的找到，你是不是就不会再怀疑我了？我不会冤枉任何一个好人，也不会放过任何一个坏人。以前我觉得你挺讨厌的，特别烦。但我今天看到你救女孩的那一刻，我觉得你没有那么讨厌了。谢谢啊。不用谢。我对你也一样。那你是不是不会再讨厌我了呢？在没有查清楚是你之前，你还是我重点怀疑的对象。哦，是。那辛苦你了。不客气。那我先走了。好，谢谢你。谢谢。警官这就走了？微信还没扫呢。对，慢走啊。来，慢走，警官。小帅，小帅。来，我来了。慢走啊，小黄，再来。光哥，你加人微信就好了，为什么还要扫一扫啊？不是，非常没有礼貌。微信就是要。哎，拿去，光哥。像不像一匹还没有被驯服的野马？你笑什么呀？你有病啊你！不是，我问你一个正经的，你说我们家小红好呢，还是不是？是我们家星星好呢，还是小红好？你们家小红比你们家星星野多了。难怪我有驯服她的欲望。哎，你说我追她有戏吗？不要这，人要真是一匹野马，你们就是一匹种马。种马也是好的种马。微信。盯了我一个早上，辛苦了，这是给你买的。刘子光，你还挺会关心人啊，干什么？什么是全身 CT？ 给你照相。那我还得要脱衣服吗？你很想脱衣服吗？不是，他叫我脱的。花是我送的，我送的。刘子光，你到底哪句真话，哪句假话呀？这句是真话，是真话。你什么目的？调戏女性。你脑
脑子真有病啊！你跟着我干嘛？去公安局录口供。下午为令，回去吧。是。以前我觉得你挺讨厌的，特别烦。但我今天看到你救女孩的那一刻，我觉得你没有那么讨厌了。谢谢啊。不用谢。我对你也一样。那你是不是也不会再讨厌我了呢？